踏车来过，不是脚踏车来过，在这边租脚踏车，哦、在一百块，自动车在租脚踏车，待一百，那你几个钟头？没有，算几个钟头，骑到回来就对，骑到他们关，他没有限时间，他没有限时间，骑到回来就好，骑一趟回来，那很便宜，100块，待一百，很便宜，而且还是变速。前方测速照相速限60公里。好骑归好骑，也是会烧裆。我那天穿那个很薄很薄的短裤，会烧裆。哦，这天啊，对，不能夏天啊，没有秋天啊，一点薄一点薄，是不会热的。哦，那什么时候？会，对啊，有一点点热，但是 就一样夏天的，我们的芙蓉来的，沙雕季来的，一样沙雕季来的。骑机车来的？不是不是，坐骑坐火车，坐火车来的。1.6公里。以后搜寻就搜寻景点，看来那里有什么景点，那就不用把他们不要先打地址，地址也麻烦，他都会到，通常都会搜找不到。